Pump it up the game and get it going for the dame to the donkey game and get it on. Pump it up the game and get it going for the dame to the donkey game and get it on. Pump it up the game and get it going for the dame to the donkey game and get it on. Pump it up the game and get it going for the dame to the donkey game and get it on. Pump it up the game and get it going for the dame to the donkey game and get it on. Pump it up the game and get it going for the dame to the donkey game and get it on. Pump it up the game and get it going for the dame to the donkey game and get it on. Pump it up the game and get it going for the dame to the donkey game and get it on.好的，现在大家来到的是2016 Computex 安奈美 Animax 的摊位现场。今天 Animax 呢准备了非常非常多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新品，我们马上请到 Animax 的 Benson 来跟各位做这个介绍，欢迎 Benson。各位茶微服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安奈美的 Benson。那今年安奈美在 Computex 的展出期间呢，我们准备了非常多的新品啊、跟大家介绍。好，那我们首先开始介绍是我们今年风扇最新的技术 DFR 技术。以一般来说啊，正常来讲，我们用超人跟蝙蝠侠来代表风流。一般正常运作的时候是，风扇往蝙蝠侠这边吹。但是呢，我们有 DFR 技术的风扇呢，在第一次开机送电的时候呢，它会全速反转。所以呢，超人现在风扇，超人的披风在飘，表示说现在是全速把灰尘弹出去。那弹出去之后呢，十秒之后呢，它就会停下来。再往蝙蝠侠这边吹，就是正常的运作，这是最新的 DFR 技术。那它反转的时候呢，它因为是全速，所以呢，它可以很快的把灰尘弹出去。好，那这个可以延缓玩家在做机壳清洁的一个时间。好，那利用这个技术呢，我们安奈美推出了一系列的风扇产品。第一个是 DF Vegas， 那第二个是第一个是 Vegas Duo， 它是双色的，它有红、绿两个颜色。那玩家呢可以依据你自己的机壳配色来选择。那第二个是 DF Vegas， 它只有蓝色，那它会自己跑Vegas Mode， 然后做循环的灯效播放。那第三个呢是DF 的Pressure， 它是高风压的风扇，它的风压高达 4.812， 比其他的竞争的油厂来的高上许多。最后一个呢是 DF 的 Stone， 它呢极速是3500 RPM。那可是各位看到哈，它的轴心是非常的小，那所以呢，它的风压是非常的大。那这是一个很新的创举，在这么小的风扇上面，又可以做到这么安静又这么高的转速，那这个是安奈美技术非常的一个创新的地方。好，那再来跟各位介绍呢，利用了这个 DF 风扇技术之后呢，有两个新产品，一个是 T50 的X。电竞光谱白色风扇跟 T50X 的黑色的一个产品。那这个黑色产品呢，就是利用到刚刚说的 DFR 技术，它会自动把灰尘弹出来。那再来呢，它是三个配色，所以相当的可以 eye catching， 也可以让玩家自行配色，选择你喜欢的颜色。那最后一个呢，我介绍一下这一个塔森本身所搭的一个导风罩。这也是呢安奈美今年的新技术。我们从前面把热风往后推的时候呢，这个导风罩可以转向把热气导到后风扇，让后风扇呢把热气迅速的抽离系统，加速系统排热的效果。好，那这是今年的安奈美风扇的产品，谢谢。谢谢，而且大家看到这个长得非常像家中的电风扇，对不对？蛮有趣的哦，可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安奈美的摊位来好好的看一下这个产品。好的，那接下来呢要帮大家来做介绍的呢，就是我们 Animax 的机壳部分。接下来有请 Benson 来帮我们做个介绍。好，各位 XF 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安奈美的 Benson。 那接下来呢要介绍今年安奈美新推出的黑妹极光机壳。黑妹极光机壳呢，它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调整出非常均光的 LED 光灯效。那这个灯效呢，其实一共有六段，那我这边显示给大家看。好，第一段是全亮，第二段是半亮，第三段是闪烁，第四段是呼吸。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呼吸在呼吸模式下它都没有亮点哦，这个我们安奈美 NMS Lighting 的技术是相当的优秀。然后最后呢是一个循环的模式，然后最后是关闭。好 ，OK， 好，那我们介绍它的前面的面板这边呢，可以装两颗120的风扇。那前面这个可以很轻松的拆下来做清洁的动作。好，
大三倍的部分呢有快拆，哦，那可以让各位很轻易的去做扩充。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介绍内部的部分。那安奈美这颗机壳呢，一共有六个倍，可以让你扩充2.5跟3.5的硬碟。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呢磁碟槽拿下来的话呢，可以支援到41公分长的显卡。OK， 好的。那再来呢是介绍它的上面，它是上面可以装240或280的水冷排。那以这个规格来说呢，它的扩充性、它的配色都是相当不错的机壳，欢迎各位玩家可以参考看看哦。好的，那么除了这个机壳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不一样的机壳可以来跟各位做分享哦。接下来一样请 Benson 来帮我们做介绍。好的，接下来看到的就是 Animax 的另外一款机壳。Benson， 这款机壳看起来还蛮特别，跟刚刚又有完全不一样的风味哦，可以跟大家做个介绍吗？这一款机壳是安奈美推出的钢翼龙机壳，虽然它是钢翼龙呢，但是它是全铝机身。那它其实要给大家的印象是它非常的强壮，它最后的铝板是高达4mm， 所以呢4mm 的铝板是相当的结实。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一块侧板的部分，它是玻璃的侧板啊，熏黑的玻璃侧板，厚度高达3mm。好，那我们看一下内装的部分，我们这一款的机壳，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做水冷的改装。那其实呢，它在出厂的时候会搭一颗环形灯的风扇。那接下来呢，它的下面可以装一颗 SSD 跟一颗传统硬碟。那最长的显卡呢，它可以支援最新的1080。GDS 1080的显示卡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它呢一共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绿色，相当的精美，可以当 HTPC 或者是高阶的一个游戏小主机都是不错的选择哦。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机壳非常的时尚，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到 Animax 的摊位来好好的详细看一下哦。我先跟各位介绍的第一个电源产品是 Platinmax DF。 好，那 Platinmax DF 呢，各位从名字也可以听得到，它其实是有 DF 反转风扇。那有 DF 反转风扇呢，就是说它可以延缓那个电源内部堆积灰尘的一个时间。那加上呢，它是白金等级全模组的一个产品，加上全电压完整的保护电路，所以呢它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产品。那这个电源规格呢，提供了500跟600两种瓦数输出的选择。这是Platinmax DF 的SlimMax 的编织网线，各位可以看到这编织网线相当的细致，而且呢它在编织网线附件里面呢有附那个锂线器。那各位在使用这个网线的时候附上锂线器，就可以看到整整齐齐又漂亮的网路线哦。那我们介绍第二个电源产品是 Platinmax DS。 好，那这个产品呢，它有750瓦、850瓦跟1000瓦三个等级的电源。那它本身呢是一个全数位的一个产品。那它的数位软体的部分呢，之前我们使用的是 ZDPMS， 那这一次呢版本又再更新了，它会把显示卡还有系统的温度都显示在 ZDPMS 里面，让玩家可以一目了然整个系统的数位资讯。好，那最后跟各位介绍一个是Triaxial Advance 这一颗铜牌的电源。这一颗铜牌是一个简易数位的电源，各位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瓦数显示的功能。各位如果使用轻载、中载、重载的时候呢，它的瓦数都会随时及时的更新，让玩家及时掌握你最新的系统的一个耗能状态。谢谢各位。好的，谢谢 Benson。 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新品呢？马上带大家去看一下咯。好，那接下来呢，大家看到的就是力豹这一次在2016 Computex 的一个主力的商品。那我们一样请 Amber 帮我们做个介绍好吗？首先在那个电源供应器的部分，我们 Max Titan 系列，它是我们 Lepa 第一款的钛金属数位电源系列。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后方有一个 Power Watch 数位显示的功能，那使用者呢可以根据这个瓦数的显示，然后来查看它目前系统的状态。那另外它也搭配了 DFR Technology 以及我们安奈美的专利 Twist Bearing Fan 风扇轴承，带给提升整个产品的最大的效能。那另外
机壳的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今年的这一款LPC 2201的部分呢，它是一款 Micro ATX 的机壳。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下方我们的电源 power 是被包覆住的，也就是说在整体的系统美观上面会更简洁。那另外我们上盖是支援240的水冷，那上盖跟前板我们有搭配淡褐色的压颗粒，让整体的质感更为提升。好的，那谢谢 Amber 帮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介绍。好的，接下来带大家看到的是 Enemix 在这一次2016 Computex 全新推出的蓝牙喇叭系列。首先大家看到的第一个是 EAE01， 也就是爬藤式耳挂式的耳机，各位在运动的时候把它挂在耳上会非常的方便实用。再来各位看到的是 EAS02， 拥有可以配对功能的一个蓝牙喇叭，使用上也非常的方便哦。再来各位看到的 EAS03 呢，则是有 IP68 等级的一个防水等级的蓝牙喇叭，在旁边呢各位可以看到它还可以呢吸附在平滑的玻璃面上，以及呢可以挂在我们的骑车的握把上面，都会非常的方便使用哦。这一次在我们 Enemix 的摊位，大家也都可以亲自来看看哦。好的，谢谢 Benson 为我们带来这么多详细的分享以及介绍。今年呢2016年 Computex 在 Enemix 安奈美的摊位有最新的机壳、 Power 风扇以及蓝牙喇叭等等的新品，邀请大家都可以来到他们的摊位来好好的看一下。同时呢他们现场也有展出最新的水冷改装机壳，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来到摊位看看咯。同时这一次呢 Enemix 也非常的贴心，使用了他们家的技术呢制作了一个 VR Room， 邀请大家可以实际的来感受一下。那么接下来就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 Benson 为大家的这个精彩的介绍，谢谢。谢谢，我们在南港展览馆 I0507 等你哦。